好咁啊，又系星期二星界之梯时间啦。咁啊，今日人丁有啲单薄啊，系啊，咁啊，今日得我博士啦，同埋 Dicky 喺度啫。系啦，咁其他嗰两位咧就已经家中有事就未能出席咁样。咁啊，不过好彩而家游戏里边咧都好多嘢可以为大家讲解一下嘅，系啦。咁样咁啊，放心，有菊花图嘅。咁始终因为大家呢、這个今個禮拜個活動，下個禮拜一就會完啊嘛，咁啊有總有啲嘢可以講下嘅，係啦咁樣，咁啊當然啦，梗係最後先講一講嗰個菊花圖啦，係咪？咁啊先講咗今個禮拜嘅事先啦，或者上個禮拜完咗嘅嗰個星遊星塔啦，咁啊台長入咗入 game 畫面先啦，橫掂都要講啲 game 噶啦，咁啊上個禮拜嗰個遊星塔就好似係咪星期四完咗啦？星期四啊嘛，唔係星期五。我記得係我哋直播完之後兩日啊嘛，係星期四啊，星期四啦，一邊開一邊直播，係啦，咁啊星期四就完咗啦。咁啊，我見到其實啊，我淨係見到一位巴打定翻35層未打完咯。哦，因為太遲啦，真係太遲啦，講真個時間太慢啦，個太遲先至 po 出嚟請要求打夠，但我見到其實佢個倉係夠打嘅。時間唔夠嘅應該係時間唔夠嘅啫，其實個倉係夠打嘅，各位巴打，我見到嘅係啦，即係大家如果又係我哋嘅 JFK 個 Facebook 官頁嘅話，其實係見到嘅，佢個倉即係如果大家有經驗打完打過35層嘅話，就知道其實佢個倉係應該係冇問題嘅，係啦係夠打嘅，只不過可能係時間唔係好夠啫，同埋個32嗰一關真係卡得太耐咁樣，咁啊嗱講真，今次我嘅手機咧插爆電先。所以就不會再有上個禮拜，但因為我印象中32嘅話，一定是呢類型噶嘛，跟住抱個暗陽、暗元武噶嘛，係啦，即係如果冇嘅話，咪即係冇咁多光精嘅話，咪精你基本上一定是精靈，唔係兔仔就等陣先，我睇下先嗱，咖喱棒，咖喱棒，咖喱棒，我咖喱棒，我記得嗰位巴打冇嘅，好得意，佢冇咖喱棒，嗯，係啦。是佢唔一定齊嘅，咁唔一定嘅，因為始終精靈限制係啦，即係，但我記得佢係有兔仔嘅，係咪？已經嘢兔仔白係啦，仲兔仔仲誒，咪兔仔好似六血咋，但係係唔係白血啊？開住白血啊？係咩？兩開住捧都白血啊？係咩？我記得冇咁高。係麻煩在冇唔係複數冇光精咁多豬啊嘛。係咯係咯，跟住我記得好似仲有一隻都係比較高豬嘅精靈嘅，我係成日我唔好記得。仲係暗精。暗精好像都是六血啫。啊，等下先，我谂谂高血的精灵。啊，呢只噶，呢只 XO 啊，巴打。虽然那位巴打冇，但嗰班咧又冇咧，我冇印象啦。但呢只其实几得意嘅罗宾，其实佢普攻换攻击变换做全体攻击嘅话，其实佢嗰个攻击变换几多个字下嗰啲数？我记得系有六血噶。佢开系啊，佢普攻佢即系佢满珠之后，佢净系普攻都六血嘅，全体打六血。其實即係咁錯，係啊！其實係即係，當然啦，呢啲係限定啦。比起光精同埋兔仔嚟講，個需求會比較高啲啦。咁但係唔需要打，即係唔需要回珠俾佢，佢淨係普攻，你淨係滿咗第一次之後就可以長久咁用。其實個幾划算咯，幾划算嘅係啦。跟住我記得好似仲有冇咧，全體高 hit 嘅低傷嘅，好似都冇乜啦。我記得精靈係啦。差不多了，真的是呢幾隻嘅啫。咁我想各位巴打可能真的如果真係冇嘅話，不過我記得佢好像有格拉麥嘅，格拉麥係啦。咁格拉麥其實都是一個全體嘅傷害，不過佢嗰個全體傷害比較高，因為有重力啊，所以一齊射血啊嘛，一齊射血係啦，同埋佢可以佢 hit 數唔高嘅，但係起碼多咗一隻係打豬咯，幫走咯，其實是可以選擇嘅其中之一啦。咁樣咁剩低嗰啲其實都唔。講咁多啦，不過我記得嗰位巴打好似臨尾嗰一日嘅下晝定唔知朝第尾二嗰一日都過到32嘅啦，我記得係啦係啦，其實過到嘅係 kick 咗好耐嘅，係啦。咁不過係一個好嘅提醒咯，因為精靈限制其實都真係比較少見嘅，因為我記得好似冇乜噩夢都係純精靈限制，多數係兩個。兩個限制啦，即係除咗精靈之外，我仲可以揀機械啊，或者揀龍啊呢類咁揀咯。係啊，所以都好少可有人真係會好專登咁去做純精靈嘅隊伍咯。反正當然啦，而家嘅獸人精靈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啦。我唔知點解而家火狗係
buff 得好好恐怖而家 ，OK， 係咪？咁啊，上個禮拜嗰個油豬塔就始終完咗啦，咁樣咁冇得試啦，係冇得試啦。咁大家如果自己係中未打到去35層過曬咁多關嘅話，咁可以因應翻上次嘅即係爭啲乜嘢，或者覺得自己缺啲乜嘢行事嘅時候，就可以幾鋪咯，自己再準備咯，係啦，應該其實都係每三四個月左右啊，就一出一次驗制，咁下次真係可以再復仇嘅，唔使擔心，總有機會嘅，係啦。咁啊，完咗嗰個油豬塔啦，咁啊，今個禮拜就梗係呢個星宿收集啦，係咪？咁啊，上個禮拜其實講咗嗰只炮青龙旗下第七把交易最后嗰一个把，即第七把最后嗰把 ，OK， 最后嗰把嘅嗰个咩啊？机水炮啊？机烧机个机喎，机水炮系啦系啦，机水炮，机水炮系啦，我记得佢个名其实都系啦系啦，青龙七叔最后嗰、那个末最末嗰、那个机水炮系啦，咁啊，俾我估中咗狮子，真系。啱啊！獸人精靈啦，咁啊呢個就冇應該都冇乜奇形怪狀嘅東西啦。精靈克制咯，不過佢係攞下先啊。火屬性嘅精靈，惡夢有冇啲乜嘢惡夢？好似冇乜喎。精靈喎，好似冇。係咯，好似冇。我諗下先。唔緊要，我等陣我睇下佢個倉先。惡夢精靈啊嘛，我呢個係啦。惡夢好似真係冇乜喎。呢只系咪？呢只四十五啫。破壞劍你計唔計啊？不過唔係惡夢嚟喎。啊，係喎。破壞冇破壞劍個難度其實高嘅，我都覺得高嘅。但係我諗下先。唔係有用妹其實。係咯，有用妹喎。唔係個問題係嗰隻機水炮係打全體噶嘛？我冇記錯嘅話。係啊。佢冇出仔嘅喎，我記得。係啊。佢好似隻抽，佢係單體嘅戰鬥力極高嘅，我想講。好似冇嘅，好似真係冇乜咯。敵人嘅話係咯，應該真係冇乜啦。啊，唔係喎，佢呢個啊呢個唔係嘅，呢個係打其他嚟升嘅。哦，咁應該真係得係咯，最高難度得呢只咯。呢只佢隔離好多隻都係，我記得係啦。呢只火柴公司係啦。咁啊，暫時仲未有一個比較好嘅，即係喺升速活動之後有啲乜嘢更加好嘅就業機會啦。速拆隊咯，都係速拆嘅咯，我諗。但係廿團嗱，我呢個好，我收入應該幾高啊？我望就咁睇條嗱。其實有一樣嘢我想講同火火講嘅，大家見到嘅綠星個隊長技係水獸人精靈角色 HP 同攻擊各加 35% 同每回合加注啦，咁樣咁啊，但係佢同以前講嘅一模一樣。哦，佢隊長技又係唔可以少㗎，如果唔係冇人會出攞個大腿出嚟㗎，大佬。雖然呢個唔係 PVP 活動，但係都唔好咁樣欺負，即係始終我唔知道大家係。單抽中啊，定係真係貨金貨啊，定係真係必得必翻嚟？咁但係始終都既然想抽得嘅，都係希望喺個活動輕輕鬆鬆噶嘛，咁唔可以咁樣分別嘅。五星同六星嗰個隊長技係應該要一模一樣嘅，唔應該有變更嘅。呢一樣嘢係我原先都冇點留意嘅，但係我唔知點解發覺好似爭咁啲攻喎，係爭咁啲攻擊力啊！一開頭得五星嘅時候，即係啲人啱啱抽到，淨係得五星嘅時候，成日都覺得啊，做乜淨係爭嗰一絲血就打唔到嘅咧，打唔死嘅咧？跟住再睇一睇，個隊長竟然有爭咗10% 嘅分別，咁樣呢個係真係要改嘅，我覺得係啦。呢、這個如果唔係嘅話，冇人會放五星嗰只嘅，講真。係啊，我好友都得一個人放。係啊，好少喎而家，所以呢只係比較嚴重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不過水獸人精靈嘅。其實我覺得淨係水咧都已經冇得輸啦。嗯，係獸人同精靈供血要35/35/35實在太過多選擇啦。係啊，即係多太多，即係獸人精靈係呢個鋪真係特別多，係真係特別多嘅講真。多嘅。係啊，多嘅，即係如果你話啲乜嘢咩減傷啊，或者淨係加血回珠啊呢啲咁特殊向。水火青龍同小蓮水火青龍其實 OK 噶，你冇睇笑，係小蓮咯。唔係我睇笑佢，而係真係有啲爭啲咯。小蓮喺今次嘅活動 OK。咁係水咯，我覺得真係水係啦。夠啦。最緊要係個水係啊，尤其是今次所有敵人都係火屬性，咁導致到佢嗰個隊長嘅，我諗日後都係會變水屬性為優先咯。
獸人精靈反而唔會太過。主要是捉殺隊長冇嘢抱到佢。係啊。咩好？係咯。獸人精靈好少應該話，唔係話冇。草剃劍，但係好難個鋪勢喺邊度？係啊，草剃劍。其實水肌涼，所以水肌涼，因為可以同佢配好啊，反而水肌涼更加好，我覺得係啊。但水肌涼又少咗啲攻咯。係啊，但係就無條件啊嘛，係啊，無條件咁就好舒服嘅。咁有冇啲水嘅加20啊？水光20咯。水光20啊，月光88。嗯。月光琉璃。我都用緊。算啦，但係月光琉璃加攻。但我覺得速湊可能水肌涼會舒服啲咯，一個單體一個全體，啊睇下啦，係啊，即係睇一睇。等我先啊，月光琉璃啊，唔係喎，但月光琉璃都係要食，佢食唔到。但係如果佢即係如果自己冇嘅話，喺今次嘅活動裏嚟講，佢就抱唔到月光琉璃咯，因為月光琉璃係精靈嚟咩？係喎，精靈嚟喎，你做乜嘢？單體，但係我諗下先啊。咁如果月光琉璃同埋草剃劍對比，我梗係揀月光琉璃啦。草剃劍邊有嘢大嘅啫？速殺隊草剃劍可以帶嘅啲人全部都高過廿珠嘅。獸人精靈係嘅，仲要特效角嘅話啱嘅。但月光琉璃，但月光琉璃夠傷害咩？佢冇事克制，但係到中好似冇事喎。冇，佢夠力㗎啦。都幾大下嘅呢只嘢，唔知點解。係因為我諗下OK。雖然講得咁耐，但我都係選擇水肌涼。唔好意思，對唔住，係啦。咁啊，佢大力係唔係今次其實舒服嘅，講真，我覺得真係好舒服嘅今次。係啦，咁因為佢個必殺技嗰、那個，哇！佢真係好明顯係叫佢自己係唔使打噶啦，係去吧燒水炮，代打機水炮先啦，係啦，代打根本上就係佢揾佢嘅動物朋友去幫手嘅，根本就係、是、終於20珠咯，係啊，超。我唔知講咩好啦，即係敵全喺 20% 傷害同其他角色必殺技連攜嘅時候，傷害會增加啦。如果慣例應該係3倍咯，最高係嘛倍率？佢個珠數偏，我唔 sure， 我唔係好確定嘅。咁但係慣例應該係三倍左右咯。而家喺星界全角色嚟講，能夠同其他角色連攜嘅，淨係得三個屬性嘅行事有嘅啫，光屬性嘅光坦克。跟住火屬性嘅周瑜，而家第三隻就係佢啦，冇其他啦。你木屬性同暗屬性，光維計唔計？但佢再限定埋種族，喂文章咯，轉化光維啊嘛。啊，轉化光維啊，普通光維同轉化光維，但一定要限定幻獸咯，唔係同其他角色咯，係幻獸角色咯限制。咁但係都係光屬性啦。啊啲。暗同埋木屬性表示好酷。冇人權，冇人權，係啦，唔係因為講真嘅，逢親有呢啲連攜嘅行事嘅時候，多數都幾好實用嘅。我真係不能不夠講嘅，即係光坦克同周瑜，喺周瑜係最老一輩啦。咁佢就比較特殊嘅，佢係比較高珠數嘅，六個珠嘅，係啦。咁但係個傷害就都幾就足好多嘅，即係唔好意思啊，係啦，就真係足翻唔緊要，我冇人會偷。對得起個傷害咯。是傷害咯，係核心係傷害，用元氣藥去換傷害咯。咁第二隻出嘅就係光坦克啦，嗰陣時仲舒服啦。嗰隻就雙隊長，雙隊長仲要有限定版，同埋嗰隻係嗰個珠數同個傷害比係，我覺得有陣時 over 咗個周瑜嗰個要求添嘅，係啦。咁啊，而家第三隻就呢一隻，好明顯第三個唔同 pattern 嘅，因為光坦克係30珠啊嘛。係啦，30珠，佢呢個就20珠，你淨係一個速殺隊長技就即刻可以回到曬，跟住就可以做 combo。咁但係我諗應該同周瑜個賠率係一模一樣嘅，因為我記憶上光坦克出嘅時候都睇過三組都係一樣嘅，應該係啊，周瑜同埋光坦克嗰個連攜嘅賠率係一模一樣嘅，記得睇過。咁但係呢只我唔知道啦，因為冇實際測試過。咁但係我估算應該都唔會。為了他夾硬寫一個賠率較低的話，係咪？因為雖然佢即係我覺得你珠數咁都夾咗咁耐咁上下啦，係咯，喺度提升下，係啦，即係唔會再提升賠率嘅啦。我諗應該都同周瑜個賠率一模一樣嘅，最多就係再少啲咯，係啦，因為佢珠數少嘛，咁賠率咪低咯。咁但係
就算幾低都好，我諗同兩三隻即係以二十株，如果你有同兩三隻嘅行市做連攜，其實個傷害我諗應該上到3-4% 嘅百全體傷害，我覺得以二十株嚟講，絕對物有所值嘅。係啊，我覺得完全唔差嘅呢只嘢，係啦 ，OK 嘅。咁啊，呢一隻我睇下先啦。佢故事其實我嗰陣時有睇一睇個故事嘅，其實同中國神話裏面其實都幾配合嘅，係啦。是嗎？係啊，因為佢故事裏面就係講話佢係即係同我哋一開頭上個禮拜講嘅時候，淨係得個草圖嗰陣時講一模一樣啦，就係中意冒險啊。哦。因為嗰陣時有啲帳篷啊，有望遠鏡啊，表示佢中意冒險啊咁嗰啲啦。咁喺故事上面其實都見到佢話會將嗰啲秘聞啊講俾啲冒險者聽啊。咁當然佢係有啲古仔噶啦。咁喺我睇過嘅中國神話上面，其實都係講緊佢個呢一個青龍七宿咧，其實係主講即係好中意講八卦嘅，哦，係啊，講古佬，講古咁講古女啊，好嘛？哦，講古女，係啦，炮佢個星宿上面係真係炮嘅，佢話係咩風，即係偏向風嗰邊嘅，係啦，即係嗰古時候嘅中國人咧，就係話如果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會話起風啊，係啊，咁古時候嘅人起風都好，都會有類似嘅經驗，就係話講八卦。或者傾，即係好中意講嘢嗰啲，咁對於佢個故事嚟講，其實都幾配合嘅。我見到係啦，即係講八卦、講傳說啊，旅途食隔離嗰只炮就係為咗食更加多嘅美食嘅。等下先，我諗下先，更覺得OK 嘅 ，OK 嘅。但係死啦！我記得貓科動物好似有啲嘢係唔食得嘅喎，唔可以食嘅，有啲貓科動物嘅嘢，我記得唔係樣樣嘢都食得嘅。佢真係可能唔係普通嘅炮，神獸嚟嘅話係咪？可能係啊。咁啊，呢一隻嘢其實都幾實用嘅，我覺得其實唔錯嘅，係啊，佢隊長技即係除咗佢冇乜特效角色，即係唔係話可以去到噩夢都可以做到個大發揮效果之外啦，我諗都冇乜差嘅，唔算差嘅，速拆嗰邊都唔錯。其實我諗緊不過 Auto 隊又難啲，因為始終佢要開技，取代唔到普攻做全體嗰啲嗰扎嘅行事。的情況始終都要開技，不過佢傷害應該高好多。高啊！如果以速殺，即係我諗叫做高階速殺隊咯，水屬性的速殺啦。水好少低豬 AOE 高攻啊。係啊，好少講真多數都是高豬高攻，跟住可能要大家玩家要培養兩隻或者三隻去。分開每個 wave 開咯，多數因為高傷佢就可以一下秒，咁但係就要卡培養兩隻卡啦卡啦咁開，多數係咁樣咯，好少見會有我都係抽，唔好啊咁冇咁對我啦，但各位玩家你知唔知半個月之後係發生？唔知，唔知係舊姜你冇放假嚇？你講緊啲咩啊？半個月之後就係大家喜聞樂見嘅再貨咯。喜聞樂見嘅新年，你唔係咁對我係嘛 ？OK， 咁啊冇講，我先我冇講咁多嘢，我抽過兩抽，我抽過兩抽先啦，兩抽先啦，兩抽先啦。我冇啊，我唔抽噶嘛，佢梗係唔中啦。係咪其實今次係咪水屬噏啊？我唔係啊，真係水屬噏噶，全部都水屬嚟嘅。我想講係咪真係水屬噏噶？好似唔係水屬噏嚟喎。水屬噏嚟咩？我呢幾日中嘅全部都係水嚟喎。唔係我呢個星宿嚟嘅啫喎，唔係水屬限定喎。哦。系咯，但系我嗱点我见到我抽嘅全部都系水嘅。系咯，我抽试下，单抽你再抽够抽试下。我讲明先，我以至换嗰四次全部水熟，我仲背得翻嚟噶嗰四只抽签咪先咪系水咯。系咪噶？系咪？其实我想知道有冇人抽过除咗水熟以外嘅东西？唔好咁啦，系咪唔系水熟啦？哇！试一次咯。我已經中咗，我中今次中咗超多男人啦，唔好講，唔好搞鳩我。我想要個女性啫，唔好咁樣啦。水槽得一隻男嘅啫喎。唔係啊，我同你講，我今次抽咗啲乜嘢啊？同你講，我真係簡直係。睇入手。嗱，最後見唔見到啊？哦。見唔見到啊？呢只。咦係喎。幾咁傷？幾咁傷？暗。暗我出咗呢只。OK OK OK。我中咗呢一隻，我簡直係。
傷痛欲絕啊！你知唔知啊？正啊，冇。系啊，我中意玩腳啊嘛！我今次只四，我全都是金蛋，我一隻彩蛋都未見到啊！我想講好似就兩隻呢扎咯，啊唔係，好似唯一嘅彩蛋就係佢咯。OK， 係啦係啦，四慘少少，四彩四金一彩，我今次嘅結局 OK 啊！我想問你點啊？全彩未見過，不過未見過西裝咯，全差你少少。今年全彩你都唔滿意？唔滿意咯，喂，冇西裝有鬼用咩？即係以後淨係咩裁判開個金嘅俾佢，啱啊！心諗真係啊！咁啊今次佢必得佢嗱，其實兩隻青龍我覺得唔差嘅，雖然火嗰只更加好，我覺得係啦。跟住等我先，莉莉嗱，點解話呢兩隻青龍唔差呢？其實因為有增傷40%，速拆嗰度其實冇問題嘅，絕對冇問題。火屬性更加好，因為佢淨係加攻唔加防，係啦。跟住雙角射手利亞斯係啦，呢一隻係咪第二次？呢個第二次啫喎，好似未見未真係，除咗第一次出之外，我好似第二次啊，定第三次啊？總之係一隻手以內嘅，少到爆炸。真的少到爆炸！呢只傳説中的獵鷹反雙，山創文章的反雙隊核心隊員 ，OK， 山創文章係啦，但係好難好，我好老實咁講，今次是絕對不啱佢嘅。煉華雙魚座周小姐是邊個周小姐？周小姐有邊個姓周嘅喂？你講咩周小姐好驚喎？好似冇一隻周喎，你講緊金蛋定係？周瑜咧，唔知喎。火性周瑜，唔知佢喎。系啊，真系唔知喎。姓周嘅喂，好惊喎！你用呢个嘅话，我好难答，搵到。木嗰只咩嚟噶？咩啊？北天嗰只叫咩嚟啊？北天，我等人讲埋啊，唔紧要。咁讲先。呢只呢次嘅油猪，最大系咪最大得一只？啊？单睇出系咪最大得嗰一只？叫唔叫最大得？我覺得喺澳門嗰陣嘅表演應該就打得嗰隻咯。係，但係今次嘅油豬係最唔實用嗰隻，可能都唔係實用嗰隻嚟噶嘛。因為你油豬，哦，真係周瑜啊 ，OK。因為你正常唔會扣到血噶嘛，係咪？你油豬唔會扣到血噶嘛。咁你嗰招主動技嘅傷害文冇咯，100%。咁但係你呢度嘅特效行屎，大家見到根本上就冇扣自己血嘅行屎嘅，咁其實連華都唔係一個適合嘅，係啊。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你冇得揀嘅，即係冇其他更加多嘅特效行屎，咁夾硬擺佢都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道中嘅中間嗰啲細王全部都係火屬性，都起碼有個屬黑嘅限度，係有1.5倍嘅增傷效果嘅。你想技術㗎？你講啲咩啊？咁叫做可以接受啦，OK。咁但係當然如果冇嘅，即係有更加好嘅選擇就真係唔係幾好啦。咁啊，好下一隻呢只摩尼卡亦都係一隻手以內坐得曬㗎啦。第二次啊，第三次係啦。食唔到隊長技，佢唯一嘅缺陷，我覺得啲嚴重下嘅，我覺得對佢嚟講。我諗下先啊。其實都真係可以，我有時佢ability 好似都冇乜用噶嘛，係咯係咯，都係全滿爆擊咯，淨係得個爆擊率咯，加成咯，係啦，其實都係得個1.5倍，但係仲要唔值隊長技，係啦，因為佢單體傷害，上隻五開，係同上一隻五開，冇錯，咁啊月機嘅問題又唔食喎，都係唔食，全部都唔食喎，係，同埋嗱。如果你要夾硬嚟嘅話，係啦，有 buff 嘅，即係幫隊，即係幫隊友做傷害 ，OK 嘅，可以嘅。但係你一定要帶水機糧做隊長，先至用到佢。呢個係限制嚟嘅，同埋佢食唔到隊長技嘅。你唔好諗住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傷害，真係好老實咁講嘅。講真，佢除咗唔係食隊長技都冇乜傷啫嘛，佢隊長技喂都幾多唔關嗰件事啊。佢招技有100%傷害㗎，100%敵全體造成2倍基礎回復，再加150%傷害啊！咪100%咯，因為唔聲，差唔多嘢。
咁啊，算啦。要高分過頭先嗰兩隻少少。好高分少少啦，起碼有個全體打合珠，又可以做翻個 buff 咁樣。咁當然啦，暫時嚟講最好就一定係嗰兩隻青龍啦。所以巴打，你頭先話你得火水青龍同小蓮，你仲有邊人滿意啊？水火青龍喺而家今次暫時呢個鋪裏面，簡直係得天獨厚啊！同你講，我贊成。係啦，咁啊，同埋呢只咩？好似呢一隻係狼牙炮，我記得。星宿狼牙棒啊嘛，話自給自足型第一回合，之後要靠隊友，係啦。佢招狼牙棒全滿嘅時候會造成雲元啊嘛，雲元嘅話仲會不過佢自己會受傷嘅，係啦。成功雲元時受傷加40%嘅回合，咁跟住佢你應該唔帶噶啦。好老實咁講，你應該唔帶嘅呢只。喺一我其實我抽唔到佢，我抽唔到呢只。但是其實我一開頭的時候，在未有六星那隻水炮出現之前，我就是爭我一絲的時候，其實我想過的，我幫暈人家，那我就可以慳回一個回合咯。是的，那為什麼你帶個暈去？但是現在加分無，加分無嘛，唯一一隻能夠做到控場的就是這一隻。雖然佢係又係食唔到隊長技嘅，仲要俾人黑熟添，仲要俾人黑熟添，係啦。咁但係起碼做到個雲啊嘛。我唔係隊長技食到啊，收人喎。收人啊，隊長技食到不過俾人黑熟麻煩啲咯。係俾人黑熟咯，做唔到傷害咯，同埋淨係做到個控場咯。係啦，咁其實有諗過嘅，咁但係最後發覺算啦，由咗五星即係升到去六星之後就 OK 啦。但其實有想過的，即起碼我想過以控場方面好過，好似有啲用喎咁啊。但係當然我想應該最後啲人都不會用嘅，我覺得。咁啊，最後呢兩隻最實用的，我想呢只應該冇人冇人講嘅任何嘢啦。就算不計屬攻特化和神克制都好，佢嗰招主動技的傷害賠率和佢珠數要求。我想冇人話啦，都冇人係啦，基本上有佢就一定會帶佢噶啦。反正如果唔係因為複數冇加分嘅能力，同埋佢五星係加分成就低啲之外，我諗應該成隊都係呢個紅羊呢隻逆火蛇噶啦。我諗咁啊，呢隻其實我有帶嘅，雖然佢個人類克制真係冇乜用。但起碼都做到一個爆發性傷害嘅，佢好似有400%，24G 定唔知27G 嘅啫，400% 傷害係啦，其實叫做高嘅，係啦。咁同埋佢光屬性啊嘛，唔會點樣，即係唔驚俾人黑屬性先咯，起碼係啦。咁其實我有帶嘅，即係對應翻起呢扎嚟講，因為其實都係得水火青龍。跟住只，其實頭嗰三同尾嗰兩隻用得，係咯，中間嗰啲全部都係蝕分刀嘅，蝕分係啦，即係真係冇得選擇嘅時候先至會擺佢嚟嘅啫，咁樣，所以其實都嗱，我而家用緊嗰對咧係呢一對嚟嘅，呢一對係啦，我最後都係選擇佢嘅 ，OK， 咁當然啦，我記得有人講過。有個更加好的隊伍是什麼呢？我看看，是不是這一隊？有一隊更加好的，好像是有人說玩草剃劍加暗忍，但其實我試過暗忍？是暗忍，這麼有趣？暗忍是獸人來的嘛，精靈來的，他入到的。咁啊，但係佢係玩草剃劍，我記得係，因為草剃劍，唔用草剃劍都可以，其實可以用水機量，其實應該都得嘅。小三十攻咯，小三十攻咯，咁所以正常嚟講應該都係玩草剃劍噶啦，我估算。草剃劍喺邊啊？應該落啲，落啲咩？應該落翻啲，差唔多啦嘛。嗱你，嗱你係呢度。跟住應該我諗應該其他都冇變啦，都係隻水炮再加逆火蛇嗰啲啦，逆火蛇啦，係啊係啊，都係火力為主啦，我記得都係三。有冇試過？有試過，但我做唔到佢所講，即係我羣組裏邊嗰位巴打所講嘅效果咯。都係呢只噶啦，我諗。跟住仲有邊只？唔好記得啦。加擺一隻加分過。
有邊只界粉狂啊？嗰只光兔仔，唔好意思。呢度係啦。因為佢嘅嗰位巴特所講咧，因為暗忍佢二十粒珠啊。咁佢本身二十珠隊長技係速殺啦，跟住嗰只沙水炮係會有加一珠嘅。咁就變成咗。啱好秒咗。係啦，啱啱好二十一珠就唔需要食元氣藥就可以開技。但我唔你呢關你第一關會唔會清唔到小怪？你有沙水炮啊嘛？即係我會唔會唔死啊？係啦，我唔知係我呢一隊導致到殺唔死啊，定係咩原因呢？我正常應該沙水炮機水炮係換翻火嗰只咯。呢只係啦，咁樣噶嘛，係啦，即係咁樣。我唔知道係嗰一班因為我試過。試下，我應該第一關只王打唔死應該。係，我第一關只王係打唔死嘅，係啦。但是我不知道是我不夠地形啊，因為大家都知道的會不會是他選了那些有一幫手連攜啊，那些加分角不關事啊，他這些加分角你現在整堆加分角都沒有一個低過21豬的，你玩到好像是你玩交我你說好像是70豬啊，你都沒有應該你哪隻啊，你說這隻都64啊，系咪先？呢只好似啱啱呢只得唔得啊？廿四定系几啊？呢只廿四啊，好似廿四啦。呢只都唔得啦，我记得30珠啊嘛。系啦，冇一只低过20噶，同你讲。狼牙棒更加唔会，狼牙棒好高嘅，有搭咗个云帘就好高噶啦，同你讲。咁冇啦。系冇一只低过21珠噶，同你讲。使唔使借意思？唔系，我想知嘅系地形问题，所以导致到唔能够一 turn kill。打一次咪知咯。系啦，唔係我係得嘅，可能真係地形問題咯。我唔得嘅，我睇下先。天地就小馬嗰只咯。天地一，但係佢呢個冇核啊！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係有呢個五星嚟嘅話，五星唔算係。我記得有個巴打我嘅好友係有天地一再加核滿嘅，係冇巨滿嘅啫。佢入邊咧？等一陣啊，唔好意思，我記憶上。有個朋友應該撐咗兩好友，冇可能嘅，冇可能嘅，我呢啲咁粗嘅大腿，冇啊真。你唔知嗰次你初戀兩個攞緊啲咩啊？我呢啲咁粗，我講緊我大腿粗，我大腿真係好粗，唔係我意思。算啦，冇噶啦，揾小艾啦。唔會嘅，有嘅，我記得有嘅，應該有嘅。我除非佢用咗其他行事咯，但我記得佢應該擺咗第一個嘅應該。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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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武俠之外，和地形，因為我不知道，正常應該是這樣，說最高攻的了，是不是？有三十攻擊力，是的，但是，應該，我不知道是要，我現在已經是兩個普通天地加一個天地一，吃了第一行的加攻 50%, 加攻 5%, 雖然我這一炸冇聖槍，但係正常唔使食元氣藥噶嘛，唔夠力嘅應該係咯，應該唔夠。如果食元氣藥嘅話，就個個人都夠力啦，我覺得係啦。正常你如果食第一回合食一咗元氣藥嘅話，就應該個個都夠力嘅。但係如果第一個回合如果要快嘅話，唔食元氣藥嘅話，主要係唔使買係啦，唔使賣，唔使即係唔使買，唔使賣，又唔需要冇唔使咁多操作嘅話，因為個問題在於應該嘶血，我估佢係900%，因為佢係純百分比傷害嘅，係啊，一定係好食地形嘅。講真的，我唔知道係咪真係要三天地兩聖槍 mix 先至夠力咧？差少少咯，你實打係咪先？我真係差少少嘅，好老實咁講。我感覺差好少咯，差係啊，差咁多咯。唔咁，我覺得聖槍又夠唔到呢度咁少喎。唔係啲咁搞錯啲現實。你講呢啲？即係等埋先，等埋。我唔係好知道啊，即係如果真係話，但係你好難估算到邊啲係邊度啊？即係我又唔會專為咗特登用呢一個方，即係為咗呢一隊輕鬆嚟，真係插到三天地兩星槍 mix 啊！咁唔會佢冇咁多加分角啊？Okay, 所以多咗個連攜之類。哦，即係冇咁多加分，哦，即係可能少一個加分角，所以就多咗一個低過二十珠嘅，咁就可以做多一個連攜。
咁水炮就高咗。嚇 ，OK， 有機會，因為水炮對於佢哋個屬性傷害其實幾大嘅。我唔知道啊，因為我冇仔細咁問。但係如果真係用呢粒個對五列表，然後可以一回合 KO 能夠殺埋嗰剩翻個隔血嘅話，其實我覺得 OK 嘅，呢一個對五唔錯嘅。系啦，咁當然而家就爭啲啦，繼續打，其實冇所謂啦，全部攻住。係咯，係啦，係啦，咁啊，第二關正常又冇乜嘢噶啦，因為第二關之後就係第二關就其實基本上好輕鬆，你基本上只要唔好開嗰招火龍技，用普攻全打全體，其實冇問題嘅。其實開咗冇所謂啦，係嘛？你下一關咪開唔到主動技咯？應該都夠殺啊！天蟲雲真相五係就嚇，你仲要普攻咁咪嘥曬回合咯？天蟲，你跟我說天蟲雲還要普攻增傷？哦，是他的草體嘛。我不如打 500% 好過了，是吧？我的目標是一回合不吃藥速殺，是啦，如果你說天蟲的普攻就是增傷，不過煩一點就這樣，即係我普攻咗先，跟住再增傷，但我個格仔應該唔係5%係嘛？一樣試多次咯。成日試咗次咯，格仔喎、啊，大佬。可能就爭個兩個勝槍咧，都要20%攻噶啦。啊，係嘅，因為我而家呢度係冇兩個勝槍嘅，咁有機會啦。咁可能大家如果真係想試嘅話，都可以試一下係咪真係三天地兩勝槍，或者個數字要去到幾多先至會 OK 咯。咁啊，呢一個就一定 overkill 唔到噶啦，但係可以就咁殺咯。係啦 ，OK 嘅 ，overkill 唔到，但係可以就咁殺嘅，係啦。咁 overkill 都係五十分啫，送俾佢，送俾佢啦，如果能夠真係第一，我呢一個隊伍，我係諗緊第一回合點樣解決啫，係啦，只要解決到第一個回合嘅話，其實我覺得就好輕鬆嘅，係啦，分數都唔算低啦，12960。其實唔可以再高噶啦，哇！有差嗰度，有雙水炮咯，雙大腿，雙大腿咯，係啦，一個五星一個六星，係啦，但係咁你而家用緊邊隊啊？用緊嗰隊嘅話，就用緊一隊真係要食藥嘅，但我就用緊轉化水牛，係啦，大水機量嘅，係啦，我呢個一定要食藥嘅，呢個冇辦法，係啊，但係喺食藥嘅情況之下，就全一 Q 仲要 over Q 到嘅，臨尾係啦，我爭啲食出嚟添，係啦，基本上就純普攻啦，因為真係會好大力嘅，一定打得死嘅，就算扣咗血都好，我都會回得翻嘅，你見到。因為其他嗰啲全部唔扣血啊嘛，跟住第二關處理，跟住普攻，係啦，一定回得翻次血嘅啦，講真，因為你見到好多大豬啊，水機糧嘅，我點解用水機糧都係用呢個原因，因為打全體打豬打血豬，係啦，咁最後基本上你有轉化水牛，仲要滿血嘅情況之下，仲唔一拳打到佢 over kill 嘅話，我覺得就唔好啲啦，好唔合理噶啦 ，OK。咁啊，我而家就用緊呢一隊嘅，雖然就要買元氣藥啊，就每關第一關要食一食啦，咁但係多五十分同埋叫做唔需要考慮咁，即係個地形要求冇咁高啊。係啊，地形要求真係冇要求咁滯啦，係冇要求，因為核心傷害係水牛做啊嘛。係啊，水牛係血換傷嘅，咁所以其實唔算太高咯。咁但係即係如果大家真係為了人類的進步動力是什麼？懶惰。即如果為了連那少少時間都省埋的話，而去整理一下究竟這一隊是不是真的要埋那兩聖槍吃個百分比，跟住可能本身個巴打嗰個暗影是 level mix 的天地，係啦，咁啊，咁啊又多少少，跟住又有兩，即可能佢本身隻天蟲雲又係聖槍 level mix 嘅，即可能佢本身自己即大家都知道嘅，呢排火即近嗰一年啦，火哥出咗好多獸人同精靈嘅關卡，限制要求添啦，直情係咁，所以可能佢自己天蟲雲劍都係正槍 level mix 或者魔槍 level mix， 咁有機會可能佢係就咁樣配搭上去，咁樣夠傷害咯，係啦，我都明天蟲雲增傷55%係咪？係啊，草體啊嘛，啊10%啫，我每兩次普攻對目標增傷10%。佢呢個有俾啲筆就第一下有嘅。第一下就有10%增傷。OK， 天蟲，我諗下先。但我而家食咗龍虎，我而家咁低豬，突然間咁樣轉。想試一次？唔緊要啦，我覺得
可以嘅，可以試下嘅。不過，哇！烈火，我係換都換青龍咯。如果係嘅話，但我青龍紅虎二，我呢只一定唔會換天地嘅。講真，呢、這個傷害力我絕對唔會換天地，所以有啲卡擊，有啲卡棘手啊。我覺得對我嚟講 ，OK， 龍虎二轉勝槍，我諗我真係做唔出啊。就再考慮啦，即係呢個方法啦，咁樣咁啊，水機量月光白白啊，咁你係攞咩啊？月光白白咩啊？我冇加分噶嘛。哦、因為你我冇出過加分啊嘛，咁咪我求其塞啲水都入去。哦，水光嘅落去就算啦。係啊，好舒服嘅反正。哦 ，OK， 即係你一直加分就咁冇，咁就可以任砌落去，最緊要快。快啊！就得啦。哦 ，OK， 咁冇辦法啦，咁樣咁啊。因為佢星宿收集去到下個禮拜一嘅啫，咁、所以就我諗下先，我而家仲有幾多日啊？三四五六日，仲有六日，130万分，好似有啲傾手，80万分仲有，應該得嘅，應該得嘅。我問啲啊，你就夠啦，因為你一直加分都冇，咁就問啲，咁但係大家要計計啦，係咪咁啊？係，反正打完有嘢拎，慢慢打。慢慢打啦，係啊，唔係叫輕鬆咯。係咯。今次我記得我睇過下嘅，因為我記得我上次鬧過一次嘅，就係講個獎勵嗰度啊，係啦係啦，軟綿綿嘅枕頭，今次變咗做上次係龍盾啊。啊。係啦，嗰、那個。龍盾塊咩嘅？我就記得佢好易打咯，那個龍盾嗰個好易打咯。但係進化呢個都唔好難。好似係進化吸血鬼定咩？唔係進化吸血鬼，我唔記得。總之都係進化兩三個嘅，但係佢因為佢連續兩次升級都係送龍盾啊，所以導致到多滯話。多滯啊！講真係啊，咁今次佢轉咗啦，軟綿綿嘅枕我諗住黑羊黑羊都 OK 嘅，雖然唔算太難。需求唔大咯。當32層咁打其實幾舒服。係啦，當32層咁打啦，咁但係始終有啲人可能真係儲唔齊32層嗰啲嘢嘅，即係可能佢冇獸人或者冇精靈啦。都係。係啦，咁即係可能又係卡喺行事不足嘅情況之下，咁都 OK 嘅，係啊，呢個軟綿綿嘅枕頭咁啊，大家如果各位巴打係真係未打得贏黑羊嘅時候，就可以打好似我而家咁樣啱打到去39,400元，咁就有一隻黑羊嘅軟綿枕頭啦。OK， 咁樣咁啊，差唔多啦。星宿呢啲石都講齊曬噶啦。跟住我睇下先啊，除咗星宿之外，係啦，咁啊，仲有抽，你得嘅，等3年啦，好唔好啊？雖然我知道我儲咗好耐，係啦，咁樣，但我點都要講一講。趁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可以補翻一下上次嘅。先講咗一個最古老嘅東西先啦，呢只古老呢只，我抽到嘅、哦，我抽到嘅，係啦，聖誕快樂，艾美利安娜，係啦，放大下，佢好似 ability 好似唔係佢改咗嘅，狂狼克制變咗做集中追擊，係啦，沒有陷入異常狀態嘅時候，暴擊率同埋攻擊力加成，我諗下先啦 ，OK 嘅，對應翻佢暴陣，增加暴擊傷害。跟住佢仲要加暴擊率 ，OK 嘅，我可以接受。係啊，狂狼克制，化用咗 ，OK 可以接受，化用咗嘅。佢即隊長技就中後排，即前排你唔可以放人，就減傷40%同埋攻力加40%。我諗應該最實用嘅隊長技啦，係嘛？最簡單咯，最簡單咯，即係淨係企新雲閣哇！呢個真係等火狗喎，係啦。但我記憶上好似12月。定唔知11月嘅時候，佢話其實應該即係新雲閣應該已經設計咗出嚟㗎啦，係未知幾時公布啫，可能佢 plan 緊，係啊，我記得佢有講過嘅，係啦，要等耐心咁等待啦，係啊，咁樣佢招主動技35G滿啦，滿咗啦，咁啊對敵攤體造成320%傷害，仲要必定爆擊，並且會附加一個增傷40%三回合嘅效果俾敵人，而自身喺後排嘅時候減傷85%。嗯。他一定是企後排的了，說真的，因為他的主動技跟著他普攻就會增加，但他不可以離開那一行，如果他離開了就要再普攻一次攞回buff，但是他集中追擊沒有陷入異常狀態，我想想先都可以的，他正常的王站在王那一列的最後面那一格其實都比較少
噩夢的敵人會放異常狀態擺嗰個位置，我記得多數都是嗰上下兩列、啊、四角位、啊、中間位咯。我記憶上是 OK 的，可以接受的。以能夠打到的噩夢嚟講，我覺得可以接受的。係、嗯、啦，咁樣傷害不算話好高的320% 必定爆擊，即係本身有1.5倍。跟住佢集中追擊嘅話，有25% 攻擊加成。跟住，因為佢因為必定爆擊啊嘛，咁其實淨係食咗個暴襲嘅爆擊傷害加成咯。應該都係得即係1.5，即係400多再加爆傷，應該都係700-800嘅啫。係咯，700-800左右啦。不過佢有一個增傷40% 三回合嘅效果，這個價值就好高啦。我諗下先，增傷40%。我記憶上而家應該係得啲好珍貴嘅限定先有咁高嘅增長，或者條件好煩咯，加你略嗰啲，係加你略，即係有負面效果啊，應該咁講，即係好似青龍咁樣，係會有啲異常狀態俾翻對方啊，即係有啲，即係總之有副作用咯。但以佢呢個冇任何副作用嘅情況之下，三回合嘅情況，我覺得。O K 嘅，同佢仲有減傷添，係啊，仲有個自身減傷啦。以獵鷹嚟講，我覺得絕對冇問題。保命更加好啦。同埋大家唔好我有話試用過嘅35G，大家可能因為始終啊，你講起火屬性，第一個諗到嘅咩啊？火機啦。因為同佢係都係火屬性啊嘛，係咪？都係增傷，大家要記住佢同火機能嘅增傷係會互相對撞嘅。因為佢唔係有個特別嘅名稱俾佢，即係唔似水火青龍咁係會有個咩天威嘅名俾佢，冇佢哋佢同火機良係冇得共存嘅。即係攞先後定攞最高啊？先後 ，OK， 係啦，先後嘅。咁所以佢同火機良係只能夠擇一嘅啫。咁但係火機良大家都知道佢有偷盾啊，或者破盾啊，有增傷效果，其實係好實用嘅一個效果角或者叫傷害角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以破盾嚟，即係如果真係有要破盾嘅，咁當然火機良會好啲啦，係咪？但係如果你話從珠數嗰方面嚟計嘅話，其實大家唔需要擔心，因為佢35係啦，其實因為佢暴陣咧，佢會 SP 回再生啊。我幾多啊？小文每回合好似回5G啊。其實正常嚟講，嗰35G 三回合係一定回得切嘅，唔需要完全唔需要擔心。我試過啦，即係基本上係。可能第三個係啦，正常第三個回合佢已經回滿咗咁滯嘅，係啦，就算最不滯都好，第四個回合都會回滿，就即刻可以再開。其實基本上佢個增傷同火機量係一模一樣，係無縫銜接嘅，可以完全可以嘅，係啦。唯一嘅佢傷害應該比起火機有盾嗰陣定有盾係啦，咁同埋佢自身有減傷啦，火機量冇呢樣嘢啦。火機良大家都知道佢個盾係好厚，但係都好薄皮，係啦，好容易俾人爆盾，咁就導致到個用盾做傷害嗰個量就會少咗咯。咁呢個我覺得好叫做我覺得可以取代火機良，我覺得係 OK 嘅。以傷害量嚟講，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睇網咯，即係如果你話個網好似嗰個29層嗰只 XO 咁，係咁上盾嘅，咁冇嘢講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好似木屬性嗰只元素大師咁，淨係會上一個好薄黐黐嘅盾咁樣，咁其實佢絕對可以一炮打爆打穿佢嘅，兼且做到個好優質嘅傷害，其實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啦。咁當然啦，呢只係聖誕限定版啦，咁唔一定個個人有嘅，咁只不過係即係對應翻喺組隊方面咧，因為佢都係機械，所以佢同火機良嗰個撞即係就業機會對比啊，真係撞得好勁嘅，係啦。同埋佢本身自己都包埋人類咧，咁佢嘅就業再大少少，再大少少咯。所以真係好 OK 嘅，唔好意思啊。咁所以真係呢只有嘅話，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火機量，可能要退下第一火線啊！真係，即係因為佢真係勞武到簡直係，我都唔知講咩好啦。OK 咁樣，咁冰雪女王就仲有嘅，放心喺新年前應該都講得切嘅。咁樣咁啊，講一講下個禮拜一完咗個升息之後會出啲乜嘢啊？咁啊，台長入個圖片啦。
基本上大家睇到就知道咩事啦，哇！新年啦，嚟啦，仲有半個月咋？嗯，已經進入中國貓嘅形式啦，我覺得已經。啱嘛？係啦，咁樣等抽。等抽啦，係啦，可以要講嘅，呢個係下個禮拜嘅屬鴨，屬鴨嚟嘅，係啦，火屬性嘅鴨啦。有樹。諗下先啊，火屬性嘅屬鴨係乜嘢咧？赤龍啦，我記得好熟，好細。赤龍啦。赤龍啦，同赤龍。又火翼蛇啦。火翼蛇啊！我淨係諗到呢幾隻咁實用嘅火屬性嘅鴨啦。OK，我唔好記得其他啦，已經。仲有乜嘢火屬鴨？除咗赤龍同埋翼火蛇之外，有啲乜嘢係實用到爆炸嘅屬鴨啊？屬鴨記住係屬性鴨。童話減聲嗰只係咪屬鴨嚟啊？嗯，紅心好似係屬鴨。哦，咁紅心啦，咁風雲錯。講笑啫，唔知道嘅正。哇，好驚啊！你啱咗一個字，你啱咗一個字啊！係啊，花旦講呢只好嗰只，哇，好驚啊！喂，你講啱咗佢老公，佢老婆邊個？如果大家即刻揾就揾到嘅，因為。真的很明顯的，其實講真，我覺得竟然不是轉性，今次不是轉性，因為其實真的很直接的，竟然真是女，真的是女，因為我大佬旗袍後面那個船的樣子是真的中國樣子的，絕對不是西方海盜樣子的 OK， 是的，但是你說中國要即是玩海，但是穿旗袍上去的時候多數都是在海盜啦、正常來說中國不會找女性去 去打仗的嘛、正常中即大家都知道的，以前的中國是重男輕女的嘛、正常 女子是不會 上戰場打仗的，是極少可啦，應該這樣說、但很可惜的就是她真的是一個女人來的，她不是鄭成功，不是鄭和，是啦，雖然你答啱咗一個字，係啦，佢係姓鄭嘅，冇錯，但係唔係鄭成功同埋唔係鄭王，係啦，張寶仔老婆。即係邊個？我唔識喎。鄭一良。嗯，真係唔識。唔識。我諗先啊。清朝時候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候係好多鴉片戰爭啊嗰啲噶嘛，嗰陣時候其實大清的水軍其實是挺豐盛的，既然有水軍的大家都知道會有海盜、大家不要以為中國沒有海盜，是有海盜的、okay？ 張寶仔是其中一個、okay？ 那時候的海盜，他是那時候的鄭一，鄭一是一個男人來的的老婆，所以他叫鄭一良，都是一個海盜來的、全家都是海盜，舉手是的。清朝時候，本身佢自己係一個良家婦女嚟噶，其實，但係佢俾鄭一俘虜咗，即係佢身為一個海，鄭一身為一個海盜，打家劫舍係好正常的一件事嚟噶。阿寨夫人，阿寨夫人冇錯啦，就劫咗佢翻去。咁當然啦，我唔知道係咩原因啦，可能出嫁重夫，咁佢自己都變咗做一個海盜啦，係啦。佢老公死咗之後。他做埋海盜的第一把添，即係係啦。嗰時候，大家如果熟悉中國歷史的時候，其實應該知道嗰陣時清朝有個叫做赤船，我唔好記得叫咩，總之係赤用紅色做標誌嘅，係啦，赤旗艦啦，係海盜嘅，嗰陣時都幾大下嘅，係啦，就係佢嘅，係啦，即係本身係佢老公鄭一嘅，佢老公死咗之後就變咗佢嘅，嗯哼。係啦，咁當然啦，佢事後為咗即係大家都知道嘅，身為一個女人，好難服眾噶嘛，咁所以佢鄭一老公死咗之後咧，佢改嫁咗俾巴打所講嘅張寶仔，佢改嫁咗俾佢，係啦，因為嗰陣時張寶仔係鄭一嘅頭號頭馬，好勁抽嘅，咁就強強聯合，咁就順服曬所有海盜啦，嗰批嗰一個 air。海域嘅，係嗰個時代啦，清朝啦，咁最後都投降到清軍啦，係啦，佢叫做好唔係死於戰亂啦，佢最後我
睇翻維基所講咧，佢最後係喺澳門嗰度咧死嘅，係啦，開賭檔同埋賣食鹽嘅，其實嗰陣時暴利嚟嘅。哦，係啦，叫做死得好安詳嗰類啦，即係死有全屍先啦，係咪？大家都知道嗰陣時候中國同海盜係死敵嚟噶嘛，勢不兩立噶嘛。咁佢嗰陣時就投降咗清朝嘅海軍，跟住就自己退隱嘅，係啦。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傳奇的女性嚟嘅喺中國史上咁樣。但我唔係好明咯，嗰陣時候著旗袍係好打得嘅咩？應該唔係。係打得單純代表中國風嘅喎，係啊，中國風，單純中國風啫。我諗係啦，應該正常嚟都唔方便啦。係啦，應該都係著褲，即係都係著普通著褲啊嗰啲，係方便打鬥。因為真你大家唔好睇小佢，佢係真係上戰場劈友嘅，佢真係係堅真嘅人哋。喺西方喺中國嗰邊冇乜記錄，但喺西方嗰邊其實係有記錄，好出名。因為嗰陣時大家知道係清朝。中國同埋西方係好多家商貿嘅關係，佢係其中一個負責打劫嘅人，係啦，所以其實喺西方嗰邊係好出名嘅佢，係啊，因為佢成日俾佢打劫啊嘛。OK， 咁所以下個禮拜嘅屬限就係佢啦。咁啊，我唔知道係因為新年將近，所以開始轉變個情況係點啦。但我唔嗱能力嘅話，下個禮拜已先為大家介紹下。OK， 咁但係。真的很中國風的，完完全全我想不到任何的就頭飾又好，其服裝又好，後面的船全部都是中國系的，你找不到任何西方可能個靴咯，中國人沒有這個靴的嘛，應該是啦，是啦，是沒有這個靴的嘛，這個海盜靴咯，係海盜靴咯，遮住先啦，即係搶咗西方嗰啲，遮住先啦，係啦係啦，咁我諗係咁樣咯，咁但係。我希望不差啦，我希望不差啦。我比較其實個火屬配係咩怪物啫？即係佢隔離嗰啲啊，上嚟係咯，啱啱隔離嗰啲啊 ，OK， 咁樣咁下個禮拜二先至為大家介紹一下啦。咁因為其實新年剩翻兩個禮拜嘅啫，差唔多。係啦，咁樣咁當然有問過火舊啦。喺新年之前咧，下個禮拜除咗呢個鋪之外咧，會即係呢兩個禮拜會出油珠嘅復刻。記唔記得蘭斯洛特下一個嘅油珠？冇事，邊只冇事？嗰只叫咩？宮本？係宮本武藏同埋佐佐木小次郎。係咯，佐佐木啊嘛。係啦，會復呢兩個禮拜之內會復刻嘅。嗯。係啦，咁大家有會有進化版，即係有 EX 同埋 SP。OK， 咁啊，大係啦，即係同蘭斯洛特一模一樣啦，會同埋。他哋兩個都會 有進化啦，同上次一模一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咁樣咁樣詳細情況就睇下下個禮拜二會唔會可以再為大家講啦。咁、新年咧問咗噶啦，係會有我都問咗火狗，喂，你半個月佬之前就已經出啲咁有中國風嘅嘢，你新年有冇其他嘢㗎？有嘅，佢話有其他嘢嘅，有其他嘢，有其他嘢嘅。咁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咁希望。可以在一月尾嗰個禮拜可以為大家講解一下啦，希望啦咁樣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噶啦，咁啊，拭目以待呢一隻新嘅鄭一良啦，咁同埋今次嘅升職就大家要努力啦 ，OK， 咁啊，下個禮拜二同樣時間再見，拜拜。